姑娘，我没吃午饭，你这个馒头可以给我吃吗？我出门太急，忘带手机，你能借我两块钱坐公交车吗？你自己都这么不容易了，还愿意帮助我？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帮助别人，我自己也觉得开心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姑娘。这个水饺给你。吃完饭记得吃点水果。谢谢你。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圆满。你这样吃会不会不方便呀？要不要我帮你？谢谢你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虽然我失去了一只手臂，但我自己会振作起来的。往后的人生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坚强地走下去。加油。之花，处处爱别。